啊，把法兰拉出来。好，把轴放那里，加压。抬一下，转一下，对准那个口。好，放着。下面那个。驱动。驱动这边。好，可以了，放了一点点了。好，到那边调节，完全可以了。拉这条轴出来，从后边冲，哎，直接从这里拉出来吧，撑起来，撑起来。分离加压这些一条一条拆下来，在这边排，在这边外面拉吧，往那边拉吧。我啊，可以站点啊。